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20个节气，小雪。我国古代呢，把小雪分成三候：一候红藏不见，二候天气上升，地气下降，三候闭塞而成冬。一候时，因为这时候的小雨都凝结成了雪花，所以彩虹也就消失不见了。二候时，空中的阳气上升，地面的阴气下沉，阴气和阳气无法相交，万物失去生机。这里面包含了古人独特的哲学思想，他们认为啊，天地万物的存在都是阴阳交合的结果，而冬天万物肃杀，正是因为阴阳之气不能交合，所以到了三候，阴阳之气分离，使得天地闭塞，寒冬也真正的到来了。雪花纷飞，天地之间一片肃杀的气氛。唐代诗人高适在这漫天飞舞的雪花中送别好友，离别的伤感在冰天雪地中显得更加凄楚。但是高适并没有渲染这种离愁别绪，而是鼓励好友振作精神，勇敢前行。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《别董大》。《别董大》，唐·高适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刚才我们朗读的是唐代诗人高适的《别董大》，开头两句描绘了送别时的景色。黄昏时分，黄沙漫天，绵延千里，把云也染成了暗黄色。凛冽的北风夹杂着飘飘洒洒的雪花呼啸而过，一行鸿雁从空中掠过，向南方飞去。这两句虽然是描写客观景物，但处处表现出离别的凄苦情绪。不过诗人没有沉溺在感伤中不能自拔，而是用恢宏的气魄写出了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千古名句。他安慰好友说，我们在这里告别，你不用担心以后遇不到知己，天下有谁不知道你董大呢？这首离别诗一改同题材诗作哀怨缠绵的基调，风格雄迈豪壮。但是大家可能还有一个疑问，这个董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有一种说法说他就是吏部尚书房管的门客，当时数一数二的琴师董廷兰。据说当房管被弹劾出朝后，董廷兰就离开了长安。这首诗正创作于他离开长安以后，在河南商丘和诗人相会的时候。诗人对于董大的安慰响亮有力，在慰藉中充满了信心和力量，激励好友鼓起精神去奋斗拼搏。如果诗人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豪迈宽广的胸襟，怎么能够写出这样慷慨激昂的诗句呢？飘飘洒洒的雪花见证了诗人和董大坚定深厚的友谊，冰天雪地也因为这份友谊而不再冰冷刺骨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
小雪时节，离别的友人让这个肃杀的季节显得更加的凄凉。灞桥风雪作为风雪离别情景的典型题材，成为众多诗人画家创作的主题。灞桥位于陕西西安的东郊，在古时候呢，它是进出关中的要道，因此古人经常在这里分别。明代画家吴伟曾以灞桥风雪为题绘制了这幅同名的画作，但画中没有依依惜别的好友，只有骑驴独行的老者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。画家为了烘托风雪的主题，用墨色渲染天空，突出了天色的晦暗，肃杀的气氛陡然而生。画面左侧陡峭的山岩上落满了积雪，古木稀疏，一座古刹掩映在丛林中。画面右侧的河流已经结冰，一座小桥架在河面上，一位老者正骑驴通过小桥。他头上戴着典型文人风格的福巾，身下骑的毛驴则点明了他正是一个逍遥世外的隐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隐者大多生活清贫，难以享受青裘肥马，而且驴的性情温顺，忍耐力强，适合游山玩水的需要。吴伟效仿马远下归小中见大的构图方法，只画出山崖的一角，以局部山崖的陡峭险峻来暗示出高山的宏大，起到以小见大的效果。其实灞桥风雪中的雪不只是指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，它还指暮春时节的柳絮，因为灞河两岸种植了万株柳树，每到暮春时节，绿柳低垂，柳絮翻飞，不正与漫天飞舞的雪花十分相像吗？而且柳与流谐音，因此古人送别的时候呢，经常折一条柳枝送给对方，表达依依不舍的心情。虽然和暮春时节的烟柳相比，小雪时节的飘雪是天地间显得清冷凄凉，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就像诗中所写的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，它不正也点缀了这个略显萧瑟的天地吗？